凤凰路电视的观众朋友来，我相信是大。咱即马倒转来，又往甲咱吴国安老师，咱共同过来探讨啊，就是讲啊，卖战争，卖战争便罢，一旦战争哦，啊，这个受灾殃的拢是遮个小民百姓较侪啦。好、哦、啊，咱再来看讲这个琉球，这乌金啊话这啊，阮前下也无偌久嘛，甲啊吴老师做伙吼，有去啊，甲阮的善阳老师，甲咱金雀姐吼，嘛有去啊，安尼说一口脸长吼，啊，看伊的所在就是安尼一条啊，都长到无讲介大，啊，唔知讲伊迄款的迄、那个遐小的所在。就承担担当着安尼二十几万的人损失，啊，咱台湾嘛是，台湾是一粒岛屿尔，嘛是安尼死伤累累，二十有人讲两万几，有人讲二十几万，也是讲安怎，官的无算，财产无算，啊，迄落受伤的无算，失踪的无算，啊，讲死亡的两万几个人，甲真无甲一个真相嘛，无甲一个确定的这个数目安尼啦。好，啊，咱即下咱阁继续过来讲这个奥克纳瓦的故事。对啊，即马就奥克纳瓦来讲，美国可能有一款计划，要搞奥克纳瓦吼，哦，建筑做为日本挂出来，哦，建筑做夏威夷吼，夏威夷安尼，或者是远东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州，一个迄落转运站的意思安尼，一州啦。基点啦，还据点咧、啊。有一个是怎啊咧？啊，这款情形对无？这款情形，咱嘛看到台湾共款情形。嗯。台湾共款情形，因为台湾战后对无？哦，战后十月二五，吼、哦，十月二五，邓仪都来啊，喏、哦嗯。就是讲，远东军事论报，远东军事论报，甲台湾的吼。交予中国军队占领，嗯，交中国军队占领，嗯，用单旗来代表啊。那中国军队占领，啊，交中国军队占领的时阵，就是中国爱派军队去占领嘛，嗯，啊，蒋介石当时就派单旗，哦，派单旗带军队过来占领台湾，哦，台湾是安尼来的嘛，哦，啊，因为。你咱来看看，是亚洲这诶市民，哦，市民哦，在红市民的国家是地震了啊，一个都全国独立吧，全国独立吧，但是无遐快活，嗯，无遐快活。原来这第一代先是解放的哦，当然是南北韩的哈，南韩北韩建国起来哈，但是分裂去了。啊，即马是即个印尼吼、哦嗯，印尼呢是了即个南方日本南方作战司令部总司令，即、這个叫做马来基吼，亚马斯达希罗姆米山下吼，希罗姆米瀑布山下瀑布吼，山下瀑布是大将，伊有该帮忙，吼、哦，日本有导航进前吼，来帮忙伊。印尼的这个独立派，哦，印尼的独立派在赶紧建国起来，哦，一直加咱这些，直接加咱那么这些国的，嗯，哦，加日本那边全国导航的，迄个卡刀啊，印尼在全国独立，嗯，但是无遐尼，日本这个导航的吼。哦荷兰，伊就变成荷兰的殖民地啊。嗯。荷兰入去派十万军啊。嗯。占领印尼，占领首都雅加达。嗯。又过来占领个，嘛无要独立啦。对。无要独立。啊，不过印尼头啊，唔是英国家。唔是英国，迄啰。那英国一一直在荷兰前400年前、500年前荷兰啦，荷兰嘿，跟台湾同款啦，跟台湾同国啦，祖国，跟台湾同祖国，荷兰啦，嗯，安尼是对吼，嗯，啊，别家荷兰的荷兰人来对啦，荷兰唔是荷兰，是印尼的人吼，印尼到处派印尼人，无多啊。武装抗争啦，大陆战争啊，武装都
台啊，小台的，嗯，哦，底下差不多七八个个，哦，武装抗争七八个个，啊，就是啊，就趁这个荷兰原来历史大战，原来六尾啊，原来六尾啊，印尼才抗争成功，荷兰才算是独立啊。所以这个叫做帝国，都开始在讲叫做帝国主义啊，嘛唔是遐哩，我叫小讲啊，咱大家怕这个叫做遐轴心国啦吼，轴心国国家在日本啦吼，哦，这个国家甲怕到了啊，和你独立，迄阵啊，遐殖民地国家拢替祖国打拼啊呢，嗯，咱台湾替日本打拼，印尼替荷兰人打拼，嗯，哦。马来西亚去替法国拍拼，罗马替了殖民国拍拼，啊，这殖民国想讲讲，啊，你替我拍拼，啊，日本人个拍我多，你可能独立，咱可能来死哇，嗯，无遐简单，帝国主义无帮你去啦，对，无帮你去，就是爱靠武力解拍，吼，嗯，哦，还是咱即个地话话咧，是咱国话就都转来，可能得解咱台湾，就是讲，蒋介石、蒋介石。他派单于来占领台湾，好、哦。啊，即马你虽然台湾人现在故宫礼拜，哎，我台湾以后这奇奇怪怪的哈。我一直有一个怀疑的，我说我台湾的这些分子，唔知道这个怀疑不啦？嗯。我咧讲吼。嗯。哦，我怎么说呢？我怎么说？即马就加多厉害啊！嗯。我怎么讲？呜，他有看到那个资料，我有人这样讲。嗯。哦，有人这样讲，这怎么讲呢？就是美国啊，美国啊，好，美国咧，即马咧个琉球啊咧吼，琉球是要建一个州啦吼，建一个州啊。但是这个也是对吼，后来好个政策就是对啦，还个这个北方的这个苏联，你把想过历史大战吼，是干那美国赢呢啊嘞，苏联嘛赢嘞。苏联赢的比美国赢的较大呢，其实苏联的功劳哦，才是大呢。因为若无苏联军，德国军无法度投降。无人有人派啊，德国军啦。是苏联军派啊，德国军。哦，甲牵制的对啊，这个苏联甲牵制，牵制这大的这个德国军啊。这个讲是讲后来联军，咱即马拢想讲联军有罗曼底甲定了了啊吼，有罗曼底定了，所以德国来输赢，我确实是无对。但是那无苏联在后边个牵制底嘞吼，哦，为啥牵制底嘞吼？你罗曼底定了了吼，对啊，哦，罗曼底定了到后边，看看，所以可以抵挡啊，哦，很困难的对啦，啊，这个苏联当历史大战那个。这个功劳啦，还是相当大的啦。啊，过来咱来讲吼，历史大战是按照爆发的呢。嗯。哦，历史大战呐，咱刚才说，大家都讲历史大战的爆发，其实哦，唔是日本拍珍珠港呢。嗯。哦，在国际上是七等的啦，历史大战是两个战争啦。嗯。一个是欧洲战争啦。嗯。一个是太平洋战争啦。嗯。哦。澳洲战争历史大战是更早发生的啦，都、是德国去侵破咱。哦，啊，破咱就是指这个，是这个苏联啊，甲德国是中间嘛。对。啊，所以德国去侵破咱的时候，苏联就反对啊。你派来到我门口的啊。外厝边啊。啊，厝边啊，啊，发生战争是安尼发生起来啊。嗯嗯。好。啊！这了后，即个太平洋这边就是日本拍珍珠港，向美国宣战，哦，啊！咧气球就太平洋战争，啊！这两个战争合咧，或者历史大战啦，哦，是啊，这意思是。啊，一般的人拢想着讲足简单嘞，拢不是那你讲的安尼啊？对啊，这其实这是两个战争的啦，哦，哦，啊！即嘛是即个来，即来这里讲，咱。咱个人拢看到美国讲，哦，美国安怎安怎？其实另外一个世界是苏联之下，苏联国啦，因为历史大战，伊个战胜国，我来得到足大个利益，所以国家吼，
哦，我一个国足大，迄阵好像联邦，嗯，苏维埃啊，吼、哦，苏维埃共产联邦，嗯，半个世界，半个世界，嗯，所以吼、哦，这个美国真惊，嗯，美国真惊。美国真惊，你半个世界万不哩来为欧洲了，欧洲了含入来美国，都跳呀！好、哦，啊，一方面嘞，伊个惊讲，伊为东方来，啊，就是伊为东方来，伊为东方走去中国来，转中国，伊就来开始来内战啦。哎，这个是甲毛泽东哦，开始在内战，所以美国真惊。美国为着要防止这个。国际局势，迄阵啊，即国际局势哦，为着要防止即个国际局势，所以美国可能达到了思考啊，达到思考啊，啊，那把即个琉球为日本挂起来，独立做一个州，譬如讲做一个后摆亲像夏威夷直接和美国管的即个州，哦，啊，咱即个琉球有能力，他个防止。为中国啊，为这个苏联落来这个共产主义无啦，无法度。美国可能重新评估就无法度，所以美国吼无偌久吼，发觉安尼，美国就甲这个琉球决定个划归和马加萨，吼和马加萨这个是日本军政府是一体管辖的对啦。啊！你们讲啦，安尼的时阵吼，就跟日本的一体管辖的时阵吼，安尼较有法度，较有法度，吼、哦，较有力量，有直接美军直接的力量吼，资源啊较大，较有法度防止这个做共产，可能美国人是安尼想的啦，哦。啊，这个但是跟台湾同款，台湾同款，台湾像讲咱一直咧讲台湾是七十年来。咱的环境无法度改变，咱一直甲这个讲，这是中国啊。其实台湾也歹讲吼，二十八世纪迄段时间，正经是做了台湾，譬如讲正经是无做了台湾啦，哦，啊中国国话无做东华好，话啥物人嘛，话邓小平话啥物人，话中国个代志啊，嗯。台湾无地带啊，都无地带啊，哦，无地带啊。海的海底，讲迄落蒋介石啊来伫个台湾地税着，因为蒋介石是伊的叛将嘛。啊，即摆无，即摆问题就是讲，咱讲讲这个代志吼，战后的形势。嗯。战后是咧亚洲太平洋这边，即一直都是美国控制。嗯。美国公安咧就安尼。嗯。唔是中国公安咧就安尼哦。是美国啊，嗯，啊，就是美国若无稳准，蒋介石嘛未来台湾啦，是毋是安尼？这咱安尼讲啦吼，嗯，蒋介石当然是来走走无咯，无地地走啦，你无法度呀。嗯，伊要去，伊要去越南死唔可以入去啊，等来美国只好来台湾。等来美国若讲你袂使去，袂使，我就来啊，嗯，我就来啊。嗯，这不是安尼。咱台湾都三八计贤惠，搁去改人西人过去改。不，咱不是安尼，无啦。咱安尼讲啦吼，蒋介石走路来台湾的时候，无人敢迎接啦。啊，就去迄落家人遐。无，迄唔对啦！你时间你搁讲唔对啦。你搁唔对。迄是咧讲陈仪来啦。哦。陈仪来。人去甲有人带人来遐迎接，对啊，来代志啦。迎接了中国兵啊，上大的问题。难民啊，难民有人迎接，你想看卖？全地球无遐尼好康的。迄不是啊，迄个难民来，迄占领军啦，迄是占领军啦，那难民。定义，根本也不是，遐侪难民。这我都，我你讲我听呢。哎，你若看到东京大审判哦。哎。大家大心话，坐车啊！你家己先报下日本借款，有菲律宾人啦。嗯。有菲律宾人啊。嗯。菲律宾的炮官也参加咧啊。嗯。哦，啊！你战争来台输人，哦，你就无法度啊。事实上，咱咧讲，迄当时咱台湾哦，嗯，
咱是贱输人嘞，啊！你当然是想讲你贱呀，人人笑人中国啊，怎？你贱输咪嘞？你穿皮的是要创啥？人穿草的就赢你啊！你话人拍河山都赢，我都赢你啊！人拍鼎嘛赢你啊！对哇、啊！因为咱就是属于日本国啊，就变煞变日本台输，咱就咱就算输人啊嘛。啊，所以讲，当然是既然跟美国安尼吼，就是太平洋内底吼，要安怎安排，倒一个要去啊，倒一个机要去啊，都要安怎安排吼？都过美国一手，美国一手，不是中国啦，不是中国啦，中国吼，是看你美国安怎排啊，我只啊去跟你捡一个药西米啊。捡一把油啊！捡一把油啊！捡一下什么啊？叫捡着鸡腿啊！本来想捡一把油啊，就好，结果捡着台湾这只鸡腿，捡捡去啊！对啊，对啊，啊一只鸡平的鸡腿，一腿倒了腿，就叫溜去啊！啊，恁的时间你要到啊啦！哎，甲观众讲，你想一个啦吼！咱礼拜四行啦吼！讲来讲去咯，讲礼拜四个这个工地，我家人起来吼，吼、啊就扫下，就拍，就安怎跑？啊，就是讲，哎，这古怪咧。咱一方面讲，讲大爷，一方面讲单鱼吼，单鱼是代表联军占领台湾的呢。哦，咱一方面安尼讲，那大家安应该是无唔对。单鱼是占领军啦，啊是联军的占领军的是是美国。好，马加沙的控制之下，就是占领军啦，吼。啊，这个占领军，那就爱杀人。不是，那就爱杀人啊。这个占领军，譬如讲，安尼，我这个囡仔，就拜托你给我顾嘞。你要甲拍我，那要你拍。安尼表示无嘛？啊，无你那是入那个美国，那目睭金金，看这个难民，中国难民，安尼就是把安尼杀台湾人。不是美国嘛，就金金啦。哦，这是按照讲，就是讲，譬如讲礼拜时间，这个国民党，把台湾好像屠杀，屠杀，啊，这个美国吼，卖讲当该是以战线国也安排之下吼，一个占领军，就譬如讲另外一个国家，的人，哎呀，屠杀。美国起来自由民主，人权，哦，人权像古早安尼讲的时候，伊较会点点。是啊，我就感觉真奇怪。哦，伊较会点点。智慧。哦，咱所以咱现在在台湾，每一年呢，你讲礼拜时间，拢讲啊都。国民党军啦，哦，等于贪污啦、外交啦，啊，所以。咱大家咧反对创个，其实单期的贪污，佫无怎解少啊，贪污遐济。单期佫人咧讲讲，人佫有人甲讲讲，单期哦，啊，真是有读几本啊册，啊，臭头啊，哎，怎解少啊，根本都无读。册无读，有读无代志啦，有读唔是册，有读都搞到内容啦。咱是咧讲吼，咱是咧讲，啊，既然都是委托。占领的，哦，但伊都委托占领的，那何必抬咧？唔，何必抬啦？委托占领的啊，伊要甲人抬的时阵，即个甲委托的人，伊那个目睭点点讲，是啊，甲抬，是啊。啊，可见我咧想就是讲，伊嘛是讲好来甲拍，我记咱若拍甲拍好死好啦，伊唔再甲拍，伊个点点啊，啊是安怎在发生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咱台湾吼，可能是美国都开始引入去。台湾人占领同样，如果台湾人占一个个体，占一个个体就对了，由这个个体要来防止中国跟北方来的国际共识，你台湾人不够力，台湾人不够力，所以他就用中国军队用蒋介石来，又要用蒋介石这个力来防止中国甲北方苏联来的共产主义，我咧想是安尼，但是以后所以才好这个小的台湾。啊，不过安尼那就爱杀人咧。啊，那免杀，迄要杀唔杀是这个小的代志，唔是美国的代志。哦，美国只是讲看这形势，就合理来遮，合理来，我才有法度，我才有法度。
我才有法度的时阵，但是蒋介石怎么来啊？蒋介石一世人是靠了反抗抗俄，反共抗俄啊！反共抗俄，靠一世人就反共替美国反共赚钱的嘛。对。啊，所以来台湾，我你共产啊，杀死一个在美国领钱，杀死一个在美国领钱，杀死一个在领钱，杀愈多领愈多。结果五岁囡仔嘛是共产嘿。应该是安尼，所以譬如讲以后白色恐怖的时候，比如白色恐怖的时候确实。不是只有台湾人而已，外省人也有很多叫抓去，但是大家差不多，不过你是安怎想，你才安怎想啦，你是不是共产主义啦，就是大家抓去，他就跟你说这是共产主义。我若对你，我若对你看你不爽的时候，我就来写检举，说你就是废掉。你不要说人家检举啦，但我也检举啦，世间没那个黑白检举的，不要说那天，像我现在暗三个半夜说你车停的停在路边，有人跟你检举讲你违规停车，啊，就三千块面也罚。啊，你政府若无讲你若检举我的钱，乎你，一些人是三千块面变个检举的创啥？就是讲啥，比如迄阵啊，我会跟你检举你安怎？就是讲检举了我，我有一地好处，我有好处。啊，看是我伫迄个工作单位会当升，还是讲我会当领到偌济奖金，吼，还是有啥物迄落？所以这袂用你干来想讲，啊，你有人检举，所以我才迄落啊。对，哎。啊，所以政府借助这个，反共，借助这个恐共，用这个反共做理由来，来控制这个。对。控制这个台湾，控制这个台湾，基本上，当然。啊，即马刚有影讲共产遐尔恐怖，啊那遐尔恐怖，即马八百壮士遐将官，唔是规个拢壮壮威气啊，翻头起面，敢那捡着台湾人拢要讲这句，台湾人拢要讲这句话，我是不赞成。八百壮士应该啊。伊回归，伊畏罪来就畏罪转去。伊去努力归根，你讲你何为什么代志？就应该落个归根啊！譬如讲你啦，吼，譬如讲你若去是外国，啊，无啦，我外面在是美国，外面在车站故宫，嘛是买买来做，故要转个台湾，啊，人家车站故宫要转个，你该卖转个，你该就唔好转个，对，啊该转个是该卖转个啦，叫伊卖个好啦，较紧去红山启程啦，无你也紧抓啦，该卖转个对啊，卖伫个遮乱啊，伫个遮个领无够啦，唔是该卖转个，伫个台湾食东食西啊，咱个。咱的后代两三代拢互伊食完去啊！讲忙得去是唔对啦，哎，你较紧转去啦，咱叫伊较紧转去就对，唔通阁来啊安尼。好啊，咱今足感谢咱诶吴老师吼，啊，甲咱啊咱诶这个海内外乡亲时代共同诶探讨者讲，咱甲琉球诶这屋吉纳外吼纳巴吼这个这代志吼，这个。地迄落地理上的迄落年代后，啥拢有真共款的这个命运啦。啊，咱伊嘛讲咱后礼拜吼，咱再过来讲安尼吼。好，感谢各位。